来美容赏花大概都在农历春节期间，除此之外就属这个季节最美。花旗木又称泰国樱花、平地樱花，在台湾有四月樱花之称，也因为烂漫桃红色的花朵开满枝干，看起来一串一串的，所以又称桃红赠雨树。在浪漫、唯美、梦幻的樱花树下野餐、露营，如果这不是世外桃源，什么才是？这个地方叫蝶舞涧，是一个豪华露营区。在2019年的时候，我们来这体验过，但那时候已经错过花旗木的盛开季节。再换你一口。蝶舞涧在翠绿的山谷中，山谷里小溪潺潺，蝴蝶自在飞舞，在这里露营是个很不错的体验。